收押。想问就是联署那个案件啊，是有收钱还是有？穿黑衣的妇人别着红色丝巾，拼命阻挡镜头，被警方带来释检讯问。她疑似是郭台铭联署买个资案的重要证人。周小姐，你不要乱拍啦。没有，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目前的状况。我又不是周小姐。哦，啊，你们现在是交保了还是？你去问那个周小姐呀。好不容易回话，却频频否认身份。这起违反选罢法的花钱买个资案，检警封锁消息，但从一开始追查，疑似先锁定300名联署者列为证人，请调查局跟警方去找他们做笔录，询问是否有收钱、知情有参与联署吗，进而追出上游。结果发现有庄脚甚至里长都有涉案。他对那边跟里长兄弟走在一块啊，比方说他们办参会干嘛的，要提供资料。出去旅游什么提供资料，不然就是做保险啊什么的啊，那你那资料要上去啊。但被警方讯问的民众，不少人却纳闷，表示不知情，明明没提供证件，也没同意联署。检警追查下才发现，双北地区有多家当铺业者会将客人身份证影本卖给中间商或是联署站，已经有好几个人被带回调查。你要说，哎，我们有人给修检的本账号，这这联署服务啊，呢，面试有人家说一份大概400到500。他已经有好几个被带走了。其中有不少庄脚坦诚给钱，还有人被供出身份，只因为当初说好给民众1000元，却只给了400元，自己吞了600，不仅害连署破局，也让检警掌握更明确事证，一一揪出幕后更多共犯。三立新闻，江雄嘉恒。